新疆队是两下自己的解围，第一下呢没踢远，倒问题倒不是很大，第二下倒钩又给皮球带来了一个非常强劲的这种不可预测的旋转。伊尔杰尼呢在出击的过程当中开始往回收，这比赛里面啊真的是太少见太少见了。再来看这一脚倒钩，正好侧在了好像小腿上，伊尔杰尼内出现了失误，引向了自己的球门。哎呀，这在做。